敲响108响平安钟声，接着进行祈福仪式。9号晚间，大龙洞保安宫抽出2024年国运签，其中整体运势抽中第57首，万里求仙易圣前，青山重叠水连天，中旬引到桃源洞，不觉回来做碧莲，这属于中上签，恰巧2021年也曾抽中过。要出去冒险泛滥，结果不然问你哥安怎，哥倒转来，回到家里面来做碧莲，就安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意思说，有当时啊，在做代志，跟那是好像有点徒劳，然后有一趟历险泛滥之后，又会回到家里面。辛苦泛滥再得经验，2024年整体来说属先苦后甘。不过四首诗签中最旺的就是生理商业，财帛自然应不虚。整体来看，会是前面会有点辛苦，上半年会辛苦。后面的经验，赚到的经验，学到的经验，赚到的钱会慢慢回来。另外，新北芦洲永年寺，其中农签抽中签王，也就是会万事大吉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收。但工签部分代表着科技工业，抽了三次，好不容易才行归，结果抽到下下签，应谨慎，别盲目投资。另一头在苗栗庙中，庙方人员连续卜龟19次，才终于抽出国运签。除夕夜2024签运出炉，各大庙宇解析提醒，希望台湾方方面面龙年都能顺利。三立新闻黄孟真、罗佩瑜、许兆伟 SNG 小组台北苗栗采访。